跟你合体的选的都很好，甚至连高思博哈，甚至连我们所看到的陈学圣，本来以为会气势很弱的，都选的不错，连张立善也当选了。但你一直没有和丁守中同台，现在丁守中的票数和柯文哲不只是卷成麻花，已经是麻花中的麻花了，现在差距只有1000票，为什么从头到尾都不和丁守中同台呢？让他没有办法吃到韩流的票。因为我讲过，在过去台北农产的任内，我非常感谢柯B市长对我的知遇之恩，然后对我非常的照顾。那丁守中同志呢，是我国民党同党同志，那在我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，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，我有的时候很难做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我只能说这是一个思考点。那我在媒体上已经多次都讲过了，那今天呢，我的答案也是一样的。哎，这个我补